好，那这是我们做的程式计数器模组啊。那现在程式计数器数到1C，那 tick 呢，从10123456又回到零之后呢，程式计数器就会跳到20啊。那每次程式计数器在经过六轮的时脉之后，就会往上加4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程式计数器模组，那这个可以用来作为设计一颗 CPU 的时脉和程式计数器模组的基础。